就面对到镜头一来的时候，哎呦，好像有点太黑了吧？这里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样就不合格了啦。这已经是要进入到打击的，这个球棒，这个也不用问了。对，太黑了。你在主审也不用再请教这个雷审了。直接让他换一支了。来看一下这个范围。太大。那这还是一样哎。它是放在这个棒头的那个地方。就是两只都一样嘛，就是他自己。如果是中庆这边的话，教练团这边有看到的话，还可以继续来去这个了解一下。是。